泰伦虫族。 达到他，阿奇兰连长。军务部没有储存符合阿斯塔特圣殿标准的炸药，找到足够的爆炸物，炸毁那座桥。 你在斗篷准备就绪。 装置才能成功爆破。 炸药已准备就绪。 看着这。
这里存了激励剂，以装备就绪，全部搞定，就等着怪物过来了。侦察暴君很快就会抵达你们的位置，与桥上的帝国伪军防御部队一起，将那个巨型异形引诱到沙上去。 你是在逼我放火吗？备好弹药，弹药补充完毕。 已经控制住了这些探查攻击大人，目前是中继站那边正在遭受重创，之后就不一样了。一支泰伦重组首脑会从这个通道靠过来，这倒是新鲜。没有装甲支援，得毁掉整座桥才能应付那种体型的目标。我们已经擅自在桥上装好炸药了。这是撤退命令吗？不，目标不是那座桥。 而是冲朝暴君，守住这个位置，直到泰伦重组指挥单位被处决。明白了，大人。原帝皇指引我们的激光枪为您提供支援。来了！做好准备，地霸团，让帝皇的天使们看看我们的本事。往上看，他们想在楼顶包围我们。小心，兄弟们，楼顶上有泰伦重组。 罗汉，冲朝暴君在来的路上，你们和他之间还隔着一群异形，你们要坚持到最后。上来了，都警醒点儿，他们上来了。把枪举起来，又来了一波。他注意到你们了，正在向拦截点移动，继续施压。 这个进入确认击杀数据了。这里是塔拉萨洛，我们干掉冲朝暴君了。他没死，但我们把他炸飞了。虫群在。
在断开与虫巢意志的连接后，应该会失去控制，但他们的关注点仍在重机站上。报告确认了副官的评估，敌方凝聚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那个怪物还没死。很好，我可不想做事有始无终。修士们，他在那边试图从废墟堆里爬出来，有劲。看下那个位置，为什么你对待其他职责不能像与敌人作战那样热情呢？你是怎么做到对工作报告这种事投入同样的热情的？从我们的成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我会在战场上战斗，你可以之后从我的行为中学习经验。出来了，准备作战，追上去消灭他，这是我们解决他的最好机会了。去了，别担心，等虫巢暴君死亡，副官就知道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决定发什么？我们就得应付更多的敌人了。一起到处爬呢，咱们最好赶紧解决他。收集武器蓝图，我赶集不进。闯进去摧毁他，新鲜弹药。为什么每次我瞄准的时候，你总是正好冲上来？我收到了你的瞄准器直接传来的信号。那我应该跟武器官谈。他改逃为战了，我对此表示怀疑。
这就掩护火力。打敌人呢，混蛋！伪装工具是一种能力。装满你们的背包，修士们。我们布置得很完美，真不合可以扫描了。